今天出来沙滩上看美女，待在家里无聊啊。水都清了啊，美丽的大海啊。这边全都是民宿啊，现在这里全都是民宿。看美女啊，什么时候可以出海了呀？等得心急死嘞。乐游，是我们衢山岛的沙龙沙滩啊，那边还有一个冷制村啊，是我们衢山岛的游玩的好去处啊，沙滩美女，沙滩美女，出来玩一下，家里快憋疯了，开着这个海水多漂亮。哎，就是不能出来钓鱼啊！啊，这是在组织什么活动？哦，哎，冷制村再去绕一圈啊！今天天气好热。冷制村到了啊！啊，都是游客，大巴车，上海的大巴车。哎，游艇码头啊。马路啊，哦，路没有呢，来来，格林也来呢，过来，哦，过来没走，哦，一个螃蟹，哦，一个芝麻螺这么大，啊，这里有一个芝麻螺，解着，解来，哦，这里芝麻螺大，哦，这里芝麻螺大，哦，快点啊！晚上招待贵客，哦 ，view 很多很多，全都是芝麻螺 ，view 啊，全部都鸡拿鬼啊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晚上有一盆可以搞了哦，哦，这里也有，这里，哦，这么大，芝麻螺放汤一直爆啊。那过来，哦，来来，哦，这母的多胖嘛了，是吧？什么？哎呀，哦，喂哦，哎，这母驴给，哎呀，母母，这个这母驴的，哪个的？这，你的垃圾，垃圾咯。哦，这么多芝麻螺，不能没有的。啊，小孩都在赶海啊，沙滩上赶海抓螃蟹，大人也没有在拐着，大人太失职了，就光三个小孩子在沙滩上。啊，露天 KTV 哦。回家了，热死！人看多少啊？到了啊！直蹦！哎，这是个最好啊！鲍鱼、鲈鱼啊，鲈鱼、紫鲍鱼啊，都是自己配的料，菜也没有菜，菜也没有五满。开吃，吃饱为止啊！你要今天咋过去啊？嗯，小菜很新鲜的啊！
鲈鱼啊，啊。